先生，我等下呀，我先去外省来到沙岗。水来呀，水来呀！哎，明珠去上课，看有拄着什么代志？有听明珠咧讲，因为年岁较大，佫是要转去学校来，所以同学有淡薄看伊袂起。好啦，我知影，我着找时间甲伊讲话啦吼。先生，会用吃饭啊？坐落来吃。明珠，你是不是在学校发生什么严重的代志啊？无啦，只是小可代志。去学校是要学搁较侪知识，除了这個，其他拢无重要呢。你敢知影？迄当阵我读初三校的时阵，我的同学大部分哦，拢是家境袂歹的人，我厝内底较善食，因就拢甲我笑啦。当阵若是讲有一双鞋通穿，都袂歹啊。莫讲想要买啥物好个啦。有一天啊，去运动场比赛的时阵，我着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啊，走到下底拢落去啊啦。你敢知影同学甲我笑甲安尼呢？我着想讲好，我着把鞋啊脱掉，我着脱只脚，都继续走，继续走。结果你知影怎？我第一名呢。后来遐同学吼。都唔敢笑我，阿妈唔敢佮讲我善车。先生，你真正足骨气的呢。像咱这种装脚囡仔吼，他有可能买起一双布鞋啦，对一个囡仔，唔是脱双家己咧菜篮要走来走去啊，叫阮穿鞋哦，佮走袂紧嘞。所以明珠，唔管过程是安怎辛苦，只要会当达成目标，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啊。先生，毕阿姊都是恁的鼓励，我知影。紧食啦，啊，若无吼，拢要给我食完啊！先生，食一罐卵较健康。那你嘛加食寡。好。牵牵小手的面。